等会准备完。我把搬出来。哎，这里还有什么？成功模式是不是？老板拿出来吧。是出版吗？全部码在这里嘛，把出版算一下吧。把出版的，启动一下。啊，好了，好了。这个开关就是选择了吗？那按一下这里。那你这里有点问题哦。那没办法。这都是出版。现在是一种模式嘛，是不是？它在那里面放出来嘛？哎，你看到？方式很励志，只要这个目的肯定是没错的。这个我会打包掉。这个拍一下再按这里。你这是出版，对，全部都出版。我中途我要进版嘞，我没出完我就进版嘞，我现在要进版。这个打过来嘛，嗯。然后，但是你每次切换之后要重启。希望重启。重新启动一下，切换这个开关，这防止你搞错啊。那你这次最后进了，随便你怎么不要进的，都没有规矩。行、嗯，不动了。这个放个刹车电机。保一下，感应到上面那个保护的那个啦。啊不不，好啦。哦。有点冲过了哦。它是以线，对，它是以线中间为主吗？是不是？啊，你继续放。优先上一盘。我拍一下。好，慢慢。慢慢。那现在就进下面了，因为那里感应了。等那里满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它就会有在进下面。连续放两个，我要看后面阻挡。连续到吧，要不现在没事。还有这个啊，这个嘛，直接刹车，然后冲过头，我冲过头也。这个嘛，在这个嘛，这我放点枪。不冲过头了，还没刹车了呗。
有点卡满。怎么会卡了？它跟那个不一样，没有发动，边上有点。